玉米花卷的做法步骤。一、面粉里加甜盐、糖和酵母，搅匀了用温水和面和好后让它发酵。二、面发酵好后，将它分几团，放着让它再醒会。三、面再次醒好后，把小面团擀薄。四、撒点葱花，一点就好了，不需要多。五、接着将面皮对折。六、再对折一次。七、用刀子在中间割一刀，摊开。八、弄好的花卷。九、把它们摆在蒸锅了，最后再醒十分钟，接着大火蒸十分钟，关火让它焖几分钟，花卷就做好了。使用的厨具：蒸锅。